本节目由首次冠名大侦探的京东独家冠名播出，每周五京东首页拉一下猜真相赢大奖，零蔗糖好酸奶探案更出彩，感谢新一代健康酸奶 AMX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兴趣相投就来 SOUL 探案，剧情聊不够，本节目由1亿年轻人的快乐星球 SOUL APP 赞助播出，加入芒果 TV 会员抢先看正片，尊享超前彩蛋，名侦探俱乐部。S 星球遭客地入侵，请乔侦探探查情况，解决危机。有了。自在互动不孤单，SOUL APP 1亿年轻人的快乐星球。大侦探规则升级，设置侦探排名榜。本期由代理会长根据游戏结果发放由京东提供的侦探徽章，玩家根据徽章数量进行排位，最终侦探排名前四的玩家将获得本季俱乐部闪耀侦探称号。侦探徽章结算规则如下：单骑投凶时，侦探可在两轮各投出一票，共计两票；侦探助理及其余玩家可在第二轮各投出一票。若检举凶手成功，投票正确的玩家各获得一枚徽章，侦探若两轮都投对则额外获得一枚徽章，若检举凶手失败则真凶获得六枚徽章。此外，每期将由内投选出一名 MVP 玩家，代理会长可投两票，玩家每人可投一票， MVP 玩家将额外获得一枚徽章。代理会长作为侦探排名发起人，拥有京东侦探徽章的发放权，不参与最终排名。上一集 M 是天台公寓的 GGS 小组周年聚会当天，本应接受大记者和蒲摄像采访的公寓老板真楼主迟迟未赴约。小蒲啊，你跟那个真楼主约在哪儿见面？大蒲二人前往真楼主家，发现房门紧锁，无人应答。开门呐，真楼主。Hello， 这个房子有备用钥匙吗？我们物业有。从物业拿到钥匙打开门后，却发现真楼主横尸家中。他怎么了？其太阳穴处有大量血迹，疑似受重物击打致死。经过初步排查，凶手锁定在天台公寓的五名住户当中，他们分别是何耀耀、张修修、魏点击、吴比田、欧好房。真的死因究竟是什么？可能找到凶器了。是被重物击打，还是饮下了保温杯里的毒药，又或是吸入了翻页石中释放的毒气？它完全就是一个定时毒气炸弹。00就代表只能是11点。应该是同一个人。是多人作案，还是一人多重保险作案？和张魏的不在场证明是真是假？直播的录屏有一些抽帧的可能性。25到55中间你干什么？其实他也不知道，因为他不知道。和的电脑里又有何玄机？他的密码，空巢的地狱。这座公寓里还藏着什么秘密呢？是小偷入狱欠钱，那么大能藏哪儿？今年的2月1号的时候写下这个日记，说只会记得我给他们的快乐记忆。啊！案件扑朔迷离，等待玩家侦破。集体告别。经过分析与讨论，各位嫌疑人的杀机依次显露。怎么着？你觉得？看啊，现在五个人里面，张修修是最清白的。可能他有未知的杀机，但最重要的是他没有办法去犯案啊，就是因为他基本上是处于一个醉酒的一个状态啊。天天好像感觉他就是说他6分钟，34进去。欧身上的疑点是最直接的，就是时间卡的太近了。所以也有可能应该不是他，对吧？你现在倾向于不是他。现在比较倾向的两个人，一个是何，一个是魏。因为魏实在是莫名其妙，说10点到11点半他就在直播，
然后完事儿之后他就过来又直播他死。对，我现在比较倾向于他这个直播一定是伪造的。对，他这三件是一定干了一件。我比较倾向于是那个气，因为那个是时间很明确的一个延时装置。对吧，气体是十一点整嘛。因为如果是口服的话，他不知道死者什么时候喝，他不知道什么时候喝，他不能卡到那个时间点去做自己的不在场证明。对，如果自己做不在场证明，一定是一个很确切的时间点，就是一点。所以如果胃动手了，应该是那个气体。反正和胃嘛，胃跟死者的关系是最对，而且现在听起来感觉他的杀机是最大，因为他母亲啊什么那种各种各样同父同母异父啊，对，父亲的死，他而且他已经有确切的证据证明了，行吗？可以哈，我们先来一个，就是我们认为这个杀机最大的，对，因为他还有64%的毒，对，他爸爸还因为这死了，父母双亡，这个多大的仇啊，对不对？对吧？来了，就是他了，来，你把手放过来好吗？有错咱们一块儿对，好吧？放过来，哎，对，一块儿，来一块儿摁，好，一块儿摁，好，好了，我们先认为是胃了，好，可以。那么现在我们要进入到我们的第二轮的搜证，各位全力以赴哦，加油！好的，现在我们进入到可爱的一个环节，叫做搜证。我在干嘛？拿吧，有肯定有，来，我们一块搜，大家一起动手，来，摸彩，哎，第五瓶，谁在谁那儿？在他那儿。先看一眼，打开是什么？红的。红色的就说明它就是这个药，但这个药它也就是个毒药。你拿着干嘛呢？我说一下它的来源啊，这个我是在侦楼主的这个房间里，因为我多次进出嘛，我也看了它的说明，我了解它的用处，然后我有一些想法，但是我拿的时候我还没有想太好，所以我拿走它之后以备不时之需。还有啥？啊，货梯卡。啊，你可以走货梯。我当然有货梯卡了，货梯卡不是很正常吗？来，助理，来搜，不会是车票？去程10:55到11:05，返程11:25到11:35，就是他去给你看病的那个。对。啊，就只能证明你们去医院的时间吗？就是10:55之后，我们就没有在公寓了，11:35才回来。那我有一个疑问，就是你突然情绪来了这件事情，还有证据吗？因为我怀疑你其实并不是情绪来了砸他，你就是想砸他。这个有没有？这个啥呀？你怎么可以这么问呢？你们用事实和证据说话，你们这么问？不是，我觉得你就是想让他不知道你当时是什么情况，所以就只能借题发挥。你就是到点了。我有一个想法，啊！我有一个想法，你又干啥去了？文件含有微物质，黄色液体吗？就是它，这就是那个微物质。哇哦，下面，因为是颜色一样，闻着味道也一样。我这下面写着就是他。哎，哎呦，我的妈，吓死我了。又来了，姐姐，我爱我的家，吓死我了。
等一下，那个照片啊。好惊悚！我们的家，这是你？对啊，那是我啊！啊！让爱天天住我家，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啊！我的鸡皮疙瘩。怎么你也是他们家的呀？我们是一家人。定时是一点播放，这个就让我们一点钟大家都能听到这个。对，你因为你们要你们十二点来嘛，一点钟可能你们就要知道这个结果了。一点，两小时后脖子处会出现刺痕。就代表定时毒气炸弹，它是在十一点。如果过了两小时后它出现的紫痕，就说明致死的原因是那个红色的茶。看脖子，可以看脖子了。哦，有了、就是、紫痕啊。现在说明它的致死原因是口服了十颗的。睡得贼好，也就是说，锤的人可以出来认一下了。谁锤的？锤的人是不致死的那个，对吗？不是致死的那个。感觉你很激动，你马上就要举手了。哦，清白了。不是我干的，我只是想说，你还有东西没有搜我的身啊。哎，我有一个隔空取物的这么一个超能力啊，隔空取物，骗你呀，到我的手里了，钥匙，你有他们家的钥匙？对，我们现在有三个钥匙，他自己本身有一个钥匙，物业有一个钥匙，他也有一个钥匙啊，所以他四十五能来，打开了之后跟他聊的嘛。这是我偷配的钥匙，因为我想要来质问他那个虚拟化的事情，他就是搪塞我，那个时候我就起了杀心，然后就用橡皮泥印一下他们家钥匙。那你四十五来的时候，他是这样倒着的，还是跟你？他已经这样，对。那还有谁没搜身啊？他那个给了我一个这个坠子，你们女孩有没有啊？我有。你有哈？你看看这多好，这姑娘，定情用的吗？就是我小时候的一个手链。这上写的啥 ？WB， 五笔甜。啊。没有甜。啊，就是那个梯那个掉了。哎，你等会儿，我想问一下，那个毒气的人是不是也可以认了？你也不是吧？我不是毒气的人，但我觉得你是。对药最懂的，就是我。我现在不会说，因为我的故事你们根本没有解开。我根本就不会说，你们自个儿给我找去。走，我们去解。我们就接。哇，你这个，哇，这个好像很好找的样子。我不敢开这个。我来。嘿。我锤子来了，来。也是啊，也是。哎呦喂！哎，别！你们怎么开始用暴力了？我这是一个高科技的房间，你们能不能尊重一下？谁来破译一下这个电脑的密码？交付。密码提示五。朋友们，我们要不要先找找？他找钥匙吧。这个箱子打开过吗？我们都没来过这个房间，我充满了好奇啊。把这个窗帘打开看看，哪有钥匙？哦，这个里头是不是会有绑带的？里头，你那边绑带呢？在这儿。对，你摸摸这里头有没有？哎呦，你看看，
打开了啊！打开了，打开了。嗨！什么是快乐星球？这个计划是阿兹海默症病的记忆重建。哦。我在做这个研究。哇。第一步是什么？先提取和储存现有快乐的记忆。哎，对快乐的记忆。啊，对快乐记忆进行修复和扩展，哎、再次的植入大脑。哦。其实这个时期就是爱会来的那个时期，因为当时发现他呢很多东西都是模糊都忘记了，但是对自己的先生和自己的小孩童年时候的那个记忆非常非常的印象深刻，嗯，所以当时就想能不能把他的快乐记忆提出来，通过一些研究和重建让他的记忆变得更加丰盈，然后再还给他，就是用这种方式作为阿兹海默症的治疗的手段。哦哦，哦，我知道了，那密码就是这个，2020271205。我在做这个研究，什么是快乐星球，对不对？密码有可能是这个，对不对？对，那你试试这个。什么是快乐星球 ？No。快乐星球的全拼呢？快乐星球 Happy 不是 Happy, 就是拼音 Happy Star, 拼音。刚才你是首字母吗？对吧？星球开了，还得是你厉害啊！来聊天记录啊，1月31号，甄楼主说之前的那个我感觉不好用，我想要能满足我需求的稍微简单点的，就算你不在我也能自己搞定。今天晚上来我家，他说10号应该没问题。还有照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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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片。不，这张画是什么意思啊？你们只会记住我给你们的快乐记忆，对快乐记忆进行修复和扩展，哎、再次的植入大脑。对呀、啊，他是不是就想把这个照片植入到我们的记忆中啊？这是他最后要达到的一个目的。现在我们要打开这个东西嘛？这个需要一个密码才能打开，对不对？我这是一个高科技的房间，高科技的房，高科技的房间。我们要一起大声对他喊：“什么是快乐星球？”这就开了。什么是快乐星球？打不开是吗？是不是语气不对啊？什么是快乐星球？打不开，是不是冲这个球喊啊？什么？什么是快乐星球？浴缸，浴缸，请输入语音密码。哦。哎呦！输入你的密码，快！快点！什么是快乐星球？哇，看起来超聪明的，你现在。密码正确。哦。啊！快看！哇！哦。这是什么？哎呦！哦。哦，投影仪吗？哎呦妈呀！你家这么高级。哦，它其实在这儿，是拿这个头对吧？把这个拿出来看，和这张纸。记忆眼镜，读取记忆前，请戴上眼镜，握好手柄，根据手柄上的提示进行屏幕点击操作。2.2呀！哎，出来了！爱会来。快乐的秘密，2028年6月9日。我始终相信。相爱的人兜兜转转总会走到一起。哦，你看他飞起来了，看爸把风筝放起来了。哎，妈妈下来抓你了，来呀，来呀，嘿，快跑过来呀，来呀。
号，找不着。太厉害了，妈妈找不着怎么办呢？两百。我会永远记得这些美好的时刻。哦，我明白了，这就是你妈妈的那个美好记忆已经存到里头了。好，欧好房，先看你的吧。每天工作好累，好想好想谈恋爱。在这个城市里会有我的爱情吗？这个叫 Fly 的男孩好特别，他竟然认出了我最喜欢的蓝色多瑙河蝶，这么小众的蝴蝶他也知道，难道这就是冥冥之中的缘分吗？啊，这不会就是我吧？你是 fly， fly 不是苍蝇的意思吗？辛苦了，要注意身体，按时吃饭哦。聊着聊着，我好像爱上了这个 fly 男孩，从来没有人像他这样关心过我。我们约定要把第一次见面留到他回国那天，他会不会也喜欢我呢？最近 Fly 都不理我了，他突然消失了，看来他真的不喜欢我吧。既然这样，那就别再见了。未点击。在国外留学的第四年，我爱上了一个从未见过面的女孩。一段由蝴蝶开启的跨国网恋开始了，我开始学习各种关于蝴蝶的歌曲逗她开心。怎么也飞不出，还不如不学呢。我们很有默契的约定，把第一次见面留在了我回国的那天。我的蝴蝶女孩究竟长什么样子呢？我期待着回国的日子。爸爸的意外去世打乱了我所有的计划，我匆匆回国处理，半个月也没有再上线。当我再一次联系蝴蝶女孩时，却发现已经被删除。我们的爱情就像蝴蝶一样飞走了。我也记不得是什么时候，我就突然对蝴蝶感兴趣了。当我听到欧好房一直戴着蝴蝶的发卡的时候，我也是惊讶。我知道我为什么喜欢蝴蝶了。可是你的记忆没了，你已经忘了，对不对？你只记得你喜欢蝴蝶。对。无比甜，不，这是无比甜的，这是无比甜的。今天是我十岁的生日，爸爸早早的就答应我一定会回来陪我。他爸爸这是啊，还说要送我一个最可爱的礼物。给他取了什么名字？小柴吧。小狗，爸爸送你的小狗。好，来张合影吧。我的愿望就是我们一家开心、幸福、快乐。妈妈和叔叔结婚了，新家人对我挺好的，可我总觉得自己是一个局外人。爸爸，也许只有你陪着我，我才能感到安心和快乐。你还会来找我的，对吗？我以为你认得出我，但是回避我，因为我有过案底，所以我其实也不敢认。但其实我是真不知道。
我是一个从小特别孤单的人，因为我的爸爸跟妈妈分开了，所以我一直渴望被爱。爸爸犯事儿进去了。你是因为什么入的狱啊？过失杀人。啊。我入狱的那年他是17岁了，按道理来说他不应该不记得。所以当我来到这儿，我在暗中观察他的时候，我以为他是嫌弃我，他是，所以我也不敢去再多说什么，我只是想看看他身边过得好不好，有没有。所以不管你有多委屈，或者是条件多苛刻，你都别人跟我说什么，我都只要留下来就好。但其实是因为我完全不记得。爸爸，啊，这样子突然间很心酸哎。然后我并不知道。哎，这里有一个，哎，新楼主提取失败，五笔田是空白的。他的记忆已经被抹掉了，他被抹掉了，被谁抹掉了？首先呢，要郑重地跟大家道歉。因为这个里面提到了一个小偷，我当时不能认，但事实上我就是那个小偷。你把我们的记忆偷走了。我的这个 A 的计划，它其实是讲我把你的记忆提取出来之后帮你扩充，然后再帮你移植回去，让你的记忆变得丰富。但事实上我还没有来得及做到这一步的研究。其实呢，是记忆提出来之后你就没有这个记忆了，放不回去了是吗？放不回去了。但是因为在我的妻子跟我的孩子出事之后，没有办法从各种的压力和痛苦当中走出来，直到有一天我不小心的打开了我这个计划当中的001号记忆，也就是爱会来的记忆。我突然莫名的在他回忆自己的孩子童年的时候，我得到了一些治愈。所以对我来讲，这变成了一件非常非常珍贵的逃避的一个世界。可是后来这个不管用了，就好像我们反复的看一段片子之后麻木了。后来呢，我就想到了我身边有一些快乐的朋友，如果我从他那里借一点点记忆，可不可以帮我撑过一段难挨的时光。然后我身边最快乐的人就是吴比天，因为他每天都在笑，他很快乐。让我最难过的一件事情，就是我第二次去提取吴比天的快乐记忆的时候是空的。我原本想说他那么快乐，我就跟他借一点点就好了，没有想到我拿走的是他的全部。在他心中最后再去提取的时候，依然只有小时候跟爸爸的那段记忆，爸爸给了他一只狗狗，爸爸陪他一起过生日，只有这个快乐。我还把他提走了。没有想到表面上他跟他天天在撒糖，但事实上他是非常痛苦的，他是一直被他家暴且被他控制的。其实这是我录这个节目这么多次，我第一次不是特关心真凶是谁，我就特别关心真凶不是谁。然后我就靠吴比田的这段记忆又过了很长时间。后来
又失效了。我就想到了下一个人，就是我们 GGS 团体里面也是一个很治愈的，就是甄楼主。但是很奇怪的是，甄楼主的记忆提取失败了，而且我给他吃的那个催眠药没有用，他可能有抗药性，或者是他经常服用这个药，我不知道。总之他醒了，他醒了之后问我是怎么回事，我没有办法，我就跟他讲是怎么回事。而且为了让他相信我，我就给他播放了001号爱回来的记忆。万万没有想到，他变得非常非常的激动。我不知道爱回来原来是他的母亲，而且他在妈妈的记忆当中才知道那个男的是谁。甄楼主后来为什么会想要对他爸爸下手，是因为他看了这个之后，哦，我才知道原来是这个男人。而且他对于那首歌特别特别的反感，抵触。有一次我们在聚会的时候，魏点击点了 Last Dance 这首歌，然后他突然就暴躁，就打了他。对，现在才知道这首歌会让他想起自己的母亲和另外一个男人之间的故事，也会让他想起他父亲的去世和他妈妈的对他的抛弃。后来他就抓住了我的把柄，他就开始找我要东西。他要的东西呢，其实就是药。我当时呢就觉得很奇怪，他为什么会同时要两种不同的药。后来才知道，他是用这个药物在维系这个天台公寓的运作，通过药物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来控制你。但是这个他还不满意，他要我帮他生产一个便携式的清除记忆的这样一个机器。哇，这要干嘛？他要把你们所有之前的记忆全部提掉，只剩下他灌输给你们的记忆。就是剩下我们在天台公寓的这段时间的记忆，我们大家是好朋友，一家人的记忆。这是他的女朋友，他还是想跟他在一起的，所以这是家人。这是他同母异父的兄弟，所以呢，这个是一家人。我反正没有找到你们要成为一家人的原因。啊？弟妹，弟妹。他说的一家人可能是 GGS 这个吧？他现在就是在这个沉溺于在这个氛围里，所以必须把你们记忆清除掉。与其杀掉你们，不如清除掉，然后呢，做一家人。他就是要永远把你们留在他的身边，这也是让我产生杀机的原因。首先第一点，我觉得他已经对我的控制，从要一瓶药、两瓶药，到开始要我帮他去做这种事情，因为我已经非常非常后悔了。更可怕的是，他要做的事情是把你们所有人记忆清除，就是让你成为他的家人，所以我必须要动手。你今天对他动手了吗？好了，我们现在看看别的。我只去了耀耀的房间，发现有一个破碎的花瓶。我抄起一个花瓶就砸了它。朋友们，哎，怎么了？这个是何耀耀房间里打碎的那个玻璃吗？应该是这个，你看这个标跟这个一样，是啊，一样的，对对对对。所以我想问一下，这个是你房间里打碎的那个玻璃吗？对。但是他为什么会在那个房间出现呢？就说明他打完你之后去了他的房间。他打完我之后，这个东西能粘在他的身上吗？何耀耀这个举动很可疑，柜子里肯定有东西。哎，这是什么？找到啦！哦，你们快来看，你们快来，这个是可以撕开的，这个是粘的一个纸，它这个
这是什么呀？因为我的镜子坏了，所以我贴了一个这个。啊？这个是何耀耀房间里打碎的那个玻璃吗？他为什么会在那个房间出现呢？我是在神医何耀耀的房间醒来的。这个是可以撕开的。哦，你不是在自己，你不是在这个家打晕他的。你是在那个家打晕他的。他是把这个东西贴在那个门上，然后让他认为我以为是在他家打间，对对吧？因为你只看到了这个地方吧，因为他家是镜像，镜像的，对对对对。啊？怎么镜像？这不是镜像吗？哇，真的耶，他们一样。我醒来的时候晕晕乎乎的，在他们在，其实是我是在这个房间醒来的。他是让你产生错觉的。醒来之后他说你缓缓，我去给你煮个醒酒茶，是不是也一样？一模一样。一模一样。哦，还真是。你把你的相框放在这儿了吗？还是那个我也记错了？我放在这儿了。那你怎么百分百确定我会碰到他？其实我是绊了你一下，我绊你的时候你就把它带下去了。哦，其实你带不带下去，我都会把它打到地上，然后是怪你的。你就找一个理由吗？我醒来的时候听到何耀耀的手机里传来了"下面有请 NZND 上场"这么一个声音，所以你给我听的一定是录播吧？你当时录播真实的时间线是在什么时候？不是，不是录播，所有都是真实的时间线。我只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留了半个小时做了所有的事情。那当时何在干什么？哎，你帮我抬起来。一滴既爽，这个是什么？和药药。哎，那有一个叫一滴既爽的药是什么？这个是什么？这就是我提取的那个 V 布置的那个香薰。红色粉末和含微物质的液体混合，暴露在空气中会挥发产生毒气，吸入后会迅速死亡。不是毒气的人，但我觉得你是。我必须要动手。那你今天的作案动机是你准备怎么杀他呢？我用这个先把这个地毯和这个布和布上的东西一包放在这里边。嗯，然后呢他不是醉在我家了，坐轮椅然后推到货梯里。你用的我的那个货梯卡，因为你有卡，货梯卡。然后呢我是跟他约了10号要给他那个东西，就是他要的那个便携式的记忆提取仪，对不对？嗯。然后呢10点钟的时候我先把它放到货梯里面和那些东西呢，我就来了。10点钟来了之后，我呢其实做了一件事情。有一个记者叫不重要的记者要采访他，采访我，我就跟他说有一个很厉害的一个楼主，他做了这么一个很疗愈的天台公寓，你可以跟他聊聊。于是他们10点到10点半的时候会做采访，所以10点钟的时候他来了之后，我就跟他说我来把设备给你安好，你去采访，待会儿回来你就可以用了。然后他走了之后，我把门留着，就把人推进来了，然后把那个贴好，布置成我家的样子。然后我就在这个里面滴了香薰，同时我出门的时候，我拿了2颗睡得贼香的那个药，把它打开来了。打开了，我分了2小份，一小份大一点，就是用糯米纸包着，我夹在了00这个夹片之间，还有一小份，其实我放到了他的茶里面，醒酒茶里面。我把这个做好了之后，我就把你摇醒，那个时候是10点18分，然后你醒来之后呢，我们就发生了争执吗？发生了争执之后，你不就又晕了吗？就又把你给送回去了。那你摇醒我的一下，就是为了让我听到，让你
确定你在我家醒来，提供不在场证明。爸爸，这有点屈辱，这整个过程。你爸爸已经屈辱了整个过程。爸爸，我觉得有点屈辱。然后摇醒了之后，这个时候呢，我还有5分钟时间把所有东西收好之后，我把你推出来。然后我在电梯刚把你送到电梯的时候，他打给我了。嗯，我要的东西呢？我就跟他说，我现在有一个小小的要调整的地方。我说我11点拿给你。嗯，这样的话我就可以确保他11点会在这儿等我。哦，然后我就回到家，回到家之后我再把它放好，然后所有东西布置完，然后这个时候已经到50了。我就赶快把他送到医院去。为什么55分我才下楼送他去医院？就是因为我需要一些时间把他恢复。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没有想到遗留下了这一笔。嗯，但你这套流程真的太复杂了，你这套流程。张修修这一天的时间极为的被动，还没有找到明确的杀人动机。我现在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没有打开，叫无比田。无比田，无比田，无比田，无比田。哎，你生日是多少号？我的生日是1月26。1月26，2009，0126。哇。这是一个血迹的毛发，我想离开。他真的是个疯子哦，他的女儿一直被打，他知道了。今天你会死，都怪你的主人，他这辈子都别想离开我。祝他生日快乐。好，我知道了，这就是他的杀机，就是他发现他女儿被侦楼主一直那个家庭暴力。今天你会死，都怪你的主人，他这辈子都别想离开我。然后我觉得他的房间很多小的细节会让你觉得细思极恐吗？那儿还有一个床，他的房间摆了一张双人床，又摆了一张单人床，就很奇怪。哎，侦探，我现在极度怀疑这里面有东西。来，我们人形泰山仪把这个移起来。快看一眼，走。这像个棺材啊。哎。里面有人吗？啊？这台开底下是空穴的吗？现在是不是好像人了？啊！哎呦！哇！哎呦！哎呦妈呦！这是谁呀？怎么还有一个人呢？你干嘛呢？你爸爸，爸爸，你怎么又？你不是刚出来吗？我们都要死了，对不对？冷静！我只是侦探，我跟你没关系，我先走了。冷静。确认一下身份吧。这是谁啊？发生什么事了 ？HHB，HHB， 哦，哦呦，你看这里还有伤。不是，你可以跟我们确认一下他是谁吗？我不知道他是谁，但是你不知道是谁，你把他藏在床底下。他们其实就是一个混混分子，他是混混帮。哦，混混帮 HH 啊。其实当年我入狱的那个事件也是他们在寻衅滋事，然后就是因为我跟我的朋友在喝酒，然后遇到他们的挑衅，他要把别人给杀了，大家起了争执，我也是一时的哥们义气。其实我就是一直怕他们会纠缠我的家人。哦，是为了保护我。为了保护你，然后他要把别人给杀了。
不是我杀的，不是你杀的，他是怎么回事呢？当时我入狱了之后，我的前妻拉着女儿马上要跟我断绝关系，就是说天下不能有这个犯罪的丈夫，不能有犯罪的父亲，因为有一个会给孩子造成很大的阴影。嗯，我也挽回不了，我也没资格挽回，我只能在狱里边就是争取好好表现，早日出来呗。早日出来之后，我也是到处打探消息，我就找这个前妻已经找不到了，然后我只听到隐约的消息说他们来到另一个城市生活，所以我就只能到另一个城市去找他们的消息。然后之后我看到了那本杂志，就这是我关于我的家人唯一的线索了，就因为我女儿登上了这样一本杂志，所以我就想办法在这个地方找了一个工作。因为我一直在暗中观察我的女儿嘛，其实我慢慢的也掌握很多她的故事了，但是最让我担心的一天就是我看到了这个护魂棒的黑衣人出现了。哦哦，哎，那跟着他吗？不是，我看到的时候人已经死了。然后你把他捡回来了？为什么呀？哦，我知道了，这个混混帮的人是不是你男朋友发现你们俩见面的那个男的？因为我真实做的那个事情跟我跟他说的不一样。你明明是去见男人，骗我在跟欧好房在逛街，是不是啊？所以他就把那个男的给杀掉了。因为真不是一直说这么大的东西它藏哪儿了吗？哦，这么大的东西藏哪儿了？哦，就是那个尸体。有。哦，钥匙呢？不会在这儿吧？我到了。到。真棒！来，哦，来 U盘，真楼主，啊，你比现在那个，竟然没死，砸死你！这能说明那个人就是他杀的。让我们继续来找。我找到了钥匙。有一个，这个。哦，这个人倒在血泊当中，写了你竟然敢离开我。继续找。居然藏了一个尸体。这有一个纸 ，Z 城日报，昨天下午，本市学校五人番一起恶劣的当街跟踪女学生猥亵未遂事件。不想被人知道的话，下午3点来从天而江甜品店见我。她是女学生猥亵未遂事件，受害者还是？受害者是吧？就是那个人是尾随你的，对不对？猥亵了你。是这样的，我小的时候，我爸入狱之后，然后有一天我又遭遇到了一件事情，我放学回家有个人尾随我，但是猥亵未遂。从那件事情之后我就有很深的心理阴影，然后我开始失眠，后来妈妈就把我带到了一个现在的这个城市，然后重新生活。本来觉得一切都很顺利，但是突然有一天我又接到了一个电话，他约我在甜点店见面，并把这个当时的新闻寄给了我。我当时心里就特别生气，我说好不容易重新开始的生活又要打破了。后来我说你想要什么，他说他只想要一笔钱。然后我去借了之后发现就是那个小混混，当时猥亵未遂的那个人。然后我就给了他一笔钱，让他消失在我的生活里。但是我又不想跟我的男朋友讲，所以我就骗他说我在逛街。嗯，但是他觉得我的这个理由非常之扯，他就把我打了一顿。
从那以后他就开始对我管理的非常严格。那件事情之后，有一天我晚上回家，突然间有一个人从背后捂住了我的嘴巴，我当时心里就知道这个小混混又回来了，但是还好我身上有很多防狼的力气，我就先垫了他，然后又把他推下了楼梯。我其实没有想伤害他或者是杀他，但是他你只是正当防卫，正当防卫，但是他掉到那个楼梯下面，然后我当时很害怕，我就赶紧跑回了家。我跑回家之后突然间发现我手链不见了，手链不见了，然后我就觉得说还是要回去把手链找回来，结果我跑回去之后发现人跟手链都没了，都没了，我很害怕，我就回家，我说我要订个机票，那我就干脆逃离开这里。可是有一天当我发现我要走的时候，我的机票被撕碎了，然后这个死人的照片寄到了我家，威胁我的居然是真楼主。你男朋友威胁你？所以你是把尸体搬走的人？我是把尸体搬走的人。你是从真楼主那搬走的吧？不是，我是看到他慌慌张张跑出来，然后我他一直都跟着他吗？他尾随他，就是怎么解释呢？当时真楼主也在跟踪他，但是我的目的是保护他，而真楼主的目的是找那个出轨对象，监视他。你们俩凑一块儿了哦，可能真楼主比我先看到那个人，在他的逻辑里边，拍了张照片，对吧？我再去看的时候，我慌了，我以为我女儿摊上事儿了呢，我也不知道到底是刚才发生了什么，但是在我看来，总是把这东西藏起来好。地上还有他的这个手链，手链的那个田找到了。那手链怎么回到你手上的呢？这个手链我知道在真楼主那里，所以我就一直想办法想把它找回来。等于你今天是去把这个手链拿回来了？对，把手链拿回来了。请问他为什么会给你啊？就是我不是把那个蛋糕弄到他的裤子上了吗？嗯，然后他去换裤子的时候我就可以拿呀。哦，偷的？对，是偷出来的。下一步的计划呢？我就想远走高飞嘛，我就想离开他嘛。嗯，不杀他吗？照片可以再洗，对啊，照片可以再洗啊。我把他手机那个拍照删了，就是我已经亏死了一个小混混，我又再下药再杀一个人，不可能。而且这件事情我不用杀他呀，我自己走就好了。但是那个水的药有一个问题，就是他这个死者对这个药这么了解，你在那水里放十个胶囊的红色粉末，因为他很了解这个，他应该知道已经被下药了。他是死于饮用毒药，但可不代表他就是在那个杯里自己喝的吧？是不是有可能他被一个男生拿锤子砸晕了之后，他在弥留之际被人灌了这个药？也有可能，所以锤子的时间就很关键了。锤子到底是谁呢？这个有可能是口服，这个不知道，那个是口服，也有可能是口服，这个是气，所以锤子是谁呢？锤子他有可能，要不然你去我房间看看。逐个排查。总有新的发现啊。那是什么呀？要努力奋斗，不然除了帅与美貌一无所有。那个蛙呢？这个对，这个里头是蛙。这样的嘛，你看看 SD 卡。来，现在 SD 卡的人只有像照相的人跟 DJ 了。这是他去那个京东的超体店探店的那个照片。主播今天呢特别推荐这一款吸脱洗一体式的洗涤机，它是智能吸脱洗，一键自清洁，脏污一遍搞定。10点钟到11点半，我是直播了一个半小时，视频有一些抽帧的可能性。而且宝宝们，一样的，品质保障，下单次日送货到家，180天只换不修，赶紧到京东购买哦。说火就火。然后看他那个右键点属性啊。2月9号。啊。2月9号。你昨天晚上录的。嗯。所以说录播，对了。你前面录了15分钟的内容。对。后面才开始真的直播。吗？不是，我是10点到11点半。对，一个半小时的录播。我录了15分钟，插在10点半到10点45之间。
所以那个小普看的那个卡顿的点就是在十点半的那个卡顿点。所以那个六条弹幕来回滚是真的，六条弹幕是我录屏的时候来回滚，就是整个视频唯一的漏洞就是那个抽帧的那个，对，它只有那15分钟是假的。你是几点上去给一锤子的呀？我是这样，他昨天问了我一件事情，他就说小魏啊，明天我要接受一个电视台的采访，就是10点到10点半的时候，因为你经常直播，你给我讲讲采访都需要准备些什么呀，或者是注意些什么呀，然后我就给他说，然后我就知道了，他明天10点到10点半有采访，对吧？我呢，明天10点到11点半是直播的，所以我可以在他采访完的那一瞬间，然后我在直播的那一瞬间造一个完美的不在场证明，对吧？所以我就提前在昨天晚上录好了15分钟的这个视频，我就觉得我上楼下楼是4分钟，对吧？我足以过去给他一榔头，干掉他。但是我上去之后，我发现一个人打乱了我的计划，这个人叫吴比田。我发现吴比田端着蛋糕进了他的房间，我想这下完了，这下肯定来不及了呀，因为我还得花4分钟下来呀，对吧？然后我说来都来了，我就在门口看一下吧。结果恰巧你6分钟就出来了，对，我就出来了。我屏住呼吸，拿着榔头进去给他一锤子，然后我就把榔头往这个消防栓里一塞，我就4分钟下来了。那你好奇怪，你看到他那个头？我看到他的时候，他已经躺在血泊中央了。啊，他躺在血泊中央，然后你去喂了水。你去喂了水，我喂了谁？你喂了水，为了钱啊？不是，喂了水。哦，我啊，开始装傻，现在开始已经玩心梗了，这是在干嘛？我就淡淡笑会儿，是吧？换一个说，你灌了茶，你投了毒。不是，他如果那个水是我喂进去的，那他嘴巴里肯定会有红，或者是有茶叶在里面遗留吧？那现在去你那儿不就完了吗？走走走走。然后我们现在去欧娜，把他的最后一个谜团解开，继续找。欧好房，我觉得他身上应该有一些秘密。哎，朋友们，你看他有这个药。先看一眼，打开是什么？怎么拿到这个药？我买的。跟谁买的？黑市，黑市。黑市，理直气壮。我没有办法，因为我知道这个药可以致死嘛，但是我是怎么知道的呢？张修修给我拍那张图，他想给我看的是那个消防的漏洞，结果你，但是我注意到的是它下面有很多这个药，这个药是可以致死的，所以我不能找他要，我就去黑市买了这个药。那你的药在哪儿啊？你这个药都没了呀？一共就10片，你全用了？没有，这盒里面有40个呢。40个？那等于我们那个甄楼长什么都没喝，黑嘴沫啊，40个进去，你得泡什么茶呀？喝的是棒子面粥啊，越喝越干。棒子面粥，这得多浓啊！棒子面粥。都是空的呀，我想问问你的口红，那个，亲爱的，你的口红为什么都是空的呀？拿来装药粉。对。那粉儿呢？我倒了。你倒了？从黑市买来，你就为了倒掉吗？我是8点起床的嘛，然后我今天就一直在关注楼上的动态。我是在10点40听到侦楼主的门响，我感觉他走了，所以我就上去了。我上去之后，就是打开门发现他已经躺在那儿了。我想说 OK， 他已经有人替我下手了，我就又回来了。你没有下那些毒是吧？他当时没有没有，我回来我把这些东西都倒掉了。哦，对。那咱们现在先找他去聊吧，可以啊，单聊吧，单聊吧。咦，这里还有科技感蓝黑包装的 AMX 酸奶，办案线索千丝万缕 ，AMX 零蔗糖好酸奶，畅爽轻盈，身体零负担，办案更精彩。
侦探一对一审问，侦探拥有单独提审嫌疑人的权利。来。哎呦，确实不是我，我觉得我的动机非常之不明显。我们是绝对相信你的，不可能说觉得是你。嗯，那要不第一个叫你，就希望你能帮我们理清一下。啊、哦，这样，你再说一下你的那个时间吧。我10:16门，然后呢，电梯到11楼，1102，34进去的，40出来的，11点回到了家。啊。我6分钟首先进去呢，我要给他送甜品，然后呢，我故意把这个甜品撒到他裤子上，让他去换裤子。我为啥要把他支走？我要去找我的手链，我要去把他手机里我那个证据给删除了。那你跟他男朋友这么长时间，你知不知道今天你们要变成 family 这件事儿啊？不知道，我哪知道？我们现在死法可以确定一定是喝的，因为有那个紫痕，对吧？所以和用气体杀人完全清白，他应该是同一个人，是两遍，是双保险。他要不就那个触发，要不他就喝水，他是两头堵他，是一个人弄的。但和有没有可能启动双保险呢？他又设置了那个闹钟，他又放了水杯。就是一个时间差的问题嘛。好了，谢谢您。我就觉得和跟张他是不是只是一个纯洁的父亲，一直在稀里糊涂的想保护任何人，但是误打误撞自个儿一直在出错。他有没有可能其实他没有真晕呢？他没有真晕，比如说何去收拾他自己那些东西的时候，他就在这边下药呗。啊，他自个儿拿了一个东西，然后在他半梦半醒之间还把这些东西，半梦半醒都是他们说的呀。还有一个问题啊，这个是什么意思啊？这个是维修过的痕迹。修修，哎，你来修过这个桌子吗？看一眼我的维修记录就是。这儿呢，你看2月8号，楼主家，茶几腿损坏，我修的。喂，侦探有请。知道我们为什么第二个叫你来吗？知道。请讲，为什么？因为我是第二个被排除嫌疑的人。他的回答你怎么看，侦探？嗯，你先问的第一个问题啊，你先问完了，这我都不知道你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然后没事，不重要，重要是在于你帮我们梳理一下，好不好？对对对，您帮帮忙啊。10点到10点半，他要采访吗？对，我只能在等他采访之后，我才能干掉他们，对吧？所以你是30出门，34就到了他房间门口。然后我看到吴比田端着蛋糕进去了嘛，这我不可能当着他的面去给他一锤子。明白。40出来的，我40进去就给他一锤子，刚好卡了一分钟，都没锤死他，我都没来得及检查嘛。我想说，不然就暴露了呀。然后就4分钟再坐电梯下来。你是完全不知道那个粉末这些事儿的？对，我不知道。目前你建议我们怀疑谁啊？这样最简单推论啊，张的问题是在于他无法判断何会在那天晚上邀请他过去通厕所，他是被起叫过去。那不一定啊，他也可以把下水弄堵啊，他们可以互相利用啊，他是一个维修工啊。但是你确定是晕着的是吗？这从他整条线现在变成他是我的印证了，本来我是他的印证。我只能告诉你昨天11点以前的事情我不知道。昨天11点以前，昨天晚上，因为11点以后我就约他来我家了，后面的时间他都跟我在一起。那如果这样的话就没有人在撒谎啊。叫何吧。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张他其实留了大量的空间。嗯，一个呢就是昨天晚上的11点以前，晚上11点钟约他到我们家修马桶。嗯，
然后他就留在我家了。他来就是修马桶，没想到我留他喝了一杯。对，然后他的酒里面其实我也稍微下了一点，睡得贼好。但是有一点呢，就是张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中间晚上的时候出去了，中间他自个儿出去了，他还私藏了一瓶药。对，五号，因为他那个感觉他可以随时拿那个东西去做点什么。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五笔天。第一，他是唯一一个不知道药也没有药的任何的踪迹的人。第二点，他甚至他说他连杀人动机都没有，他说他要的。哎，吴为什么没有可能杀他呢？我还想一个信息，就是吴有没有可能你把他最后一点快乐提取了，他等于是一个完全没磨的感情的人，所以他就更有可能要杀他。他一定是有杀人动机的。对，因为是这样的，他说他把他的那个照片拿走，他还删掉了。我说你把照片拿走了，这不等于没有任何意义吗？因为这个事儿，这个人是知道的呀。啊，所以这个是有一点说不通的。但我们有一个现在有一个推理前提，你看合不合理啊？我们之前一直觉得那壶茶壶，死者不太能是在清醒的状态下自己喝的，那太浓了。我是这么想的，他那个粉末啊，在边上不见得是洒在那儿的，他是喝完了之后啊，那个水不是留在那杯子上吗？然后倒回去之后，当干了之后，它呈现出来了。是这样的，我觉得下毒人他一定会很小心的下到那个茶里面，他不会下到边上那么多。对对对，就喝的人他可能不会觉得有那么多粉末。嗯，了解吗？明白了。明白。我是觉得吴跟张这两个点，我觉得有点想不过去。行，那我们再接着问问吧。你说一个，就是剂量的问题啊！你又看出什么来了？这是什么？这是我那瓶，在我身上的，没有人去检查里边的，因为在我的故事里面，我是当时发现了他杀狗这个事儿，我就抄了一瓶，以备不时之需，对吧？当时等于是1到15里边，我随便抽了一瓶，我假设我抄了的时候应该是满的，应该是四十，这个我还没数，我给你看啊，2、4、6、8、10、12、14。16、17、18。那谁用了？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这里边用过了，要么就是我用的，但我知道我没用过，要么就是那个一直控制我的人用过。是小何。如果他用了，他也不会承认的。好，谢谢。我们问他用什么样的一个技法，知道我们为什么到处第一个神你。假哥吓人，这种老炮应该不怕这个了吧？那怎么？你唱白脸，我唱红脸。我觉得就把手铐子给他，说你现在自个儿去那儿自投罗网。好，铐子真好，自首好不好？我们往这边走，我把这个门打开之后，我把手铐子给你，你就自个儿把自个儿给铐住。为什么是我呀？因为现在我们就是相信所有人说的所有话，因为每个人都在说。为什么相信所有人不相信我呢？因为你有那墨啊，你想给他分析一下为什么？我有墨，就是现在吃了一口棒碴粥就我呀。你问问，你听听。首先，何是那个气体嘛，气体他认了，所以不是他。张一直醉酒，何可以给他证明，张排除。魏拿锤子敲的，可以排除。你和吴现在有明确有那个时间线，红的那个药是你，那吴为什么没有？我们没有在他的这个空间里面找到这个证据，证明他有。陈把他敲晕的时间点是几点？是40，吴是在40之前，你是在40之后。我是45分。对，所以你确认在我看到他的时候晕倒了以后，我去灌了他，然后我再走的，对不对？这个是从最简单的角度来讲比较合理的。这个事情是这样的，表面上的复杂好像是三个作案的手法，但事实上排除了锤子跟毒气嘛。那么你们剩下的三个人有一个特别大的问题是，他有强烈动机但没有时间，你呢是有时间有动机，可是你没有药。对。然后欧呢是有动机有时间也有药，但是他不承认。你想，我40多的时候进来把他砸晕的，他喝这个东西必须15分钟起效，
15分钟之内被别的原因致死了，他就不会有、这个，就不会出现、这个。他必须是活体的时候，他才会有这个。现在我来跟你说一下，我们刚才最后找到的那个线索是什么？是侦楼主房间的那个茶几，那个是换过的一个桌角，是张修修曾经维修过的。那维修的这个同时，他发现了地毯里面有那个狗狗的毛，所以他知道了他杀了狗，对吧 ？OK， 那张修修为什么不可以中途醒来？发现这个地方并不是何耀耀的房间。这个中间完全很有说谎的空间呢、啊。但是你也是属于那种为了让我们觉得你清白愿意撒任何谎的人，对不对？我很清醒的告诉你，我的时间就是看见他，我觉得他已经死了。还有一个问题是我回去以后，我是不是打了一个视频电话跟我的老板？对，这件事情很快就完美解决。那我为什么敢跟他打这个保票？对吧？是因为我看到他就已经有人在我面前做了这件事情。建议我们怀疑谁啊？我现在怀疑的是两个人，一个是何，一个是张，因为他们两个人互相为彼此不在场做证明。刚才我们跟大家每个人都聊了一下，我们大概有了一个方向，但是我们听不必甜的，他有一个想法要告诉我们，对不对？我觉得刚才我们所有人都把思路局限在这个人去了这个甄老板的家之后，然后再给他杯子里下毒。但是我觉得其实这个人应该是之前下了，然后他走了，他利用时间差之后，他第二次回去的时候，他的目的是要看他有没有喝。所以我推断唯一有这个时间线和可能性的是 O。 为什么？因为他第一次进去的时间，它可以在30到34分之间，我们暂且可以把它锁定在这个时间线。然后它第二次回去的时候是在45左右，这个时间刚好是药效15分钟可以发作的时间。所以我们刚才都顺理成章的在想说，他40到45之间回去是直接下毒，这个时间一是太短，二是太仓促，三是这个作案太顺理成章。但如果我们把它理解为他在之前先安排一切，他第二次返回只是为了确认这件事情有没有发生，那我觉得就是合理的。不好意思啊，这只是我突然间想到。开杠时间，那你觉得？没关系，我觉得他的想法非常聪明。我觉得在女玩家里面能想出这样的方法的话，我是非常非常的觉得欣慰的。欣慰。为什么这一对闺蜜中间总是坐着一个尴尬的男人？我坐的位置还可以，我感觉。我感受到你那个。好，我来开始反驳你了。为什么我不在？我当然早上8点就醒了，我一直在等待那个作案的时间。好，就是等待他出门，因为我又有的是他们家钥匙。对呀、所以我可以开门进去下药，这个是我的心态吧。你为什么觉得这个时间只有欧有可能呢？只有我一个人没有办法说我没有去过吗？那还有谁有可能？他在电梯里，然后我这个时间在电梯里，然后你是在运修修，他在昏迷。对，而且只有他家是最近的，因为我们上下都需要很长时间，他只有他是隔了一层。对，2分钟就到。我补充一个线索，就刚才我们对比的那个药的数量，我们在侦探那儿又数了一下，我身上的5号药罐，是18个，然后我是当时从这里边带有编号的，我是从1到15里面随便抽了一个，以备不时之需，不排除是我使用的可能性啊，我只提供这么一线索，是我的药罐里边有22颗被使用过，大家想想有谁可以去使用这个东西？真是有可能的，他经常服用这个药。不论你这个，他那个药罐是空的，他有40颗药都不见了，然后他的解释是都放到了口红里面准备用来下毒，所以有很多消失的大剂量的药不知道去哪儿了。
你的那个油纸包的那个撒粉的药是从何而来？因为我是从医院可以开到这个药的，而且我那个药是新开的，所以我那里面只用了两颗。就是那个没有不讲剂量的，对吧？就是那个做毒气的话，只需要两颗就可以产生。它只要 V 物质和 X 物质一碰，只要碰着就行。那个没说要多少颗。那药药，你知道他的兜里有药吗？我不知道，但是你知道我有活体卡吗？当然。你真的没有用双保险吗？没有。没有。因为没有必要，而且我没有时间。嗯。而且双保险有一个不合理，因为如果有人在前面做了别的事儿，对他来说是好的。如果前面没有人做，他的这个撒粉方案是更无痕的。他为什么要在无痕的方案上前面再加一个有痕的方案呢？那万一十一点的时候他就出去了一下呢？你不能保证他一直在那里边。他跟他约了十一点，约了十一点，那要做什么事儿？对啊，我跟他约好了十一点。但是我又觉得有很多，确实真的有很多疑点。就是药药这个也很奇怪，因为十一点准时要在这个房间里下一个瞬间就会致死的毒，你也没有想过我们其他人会不会来房间。你们不会，你们不会的，因为我们约的是十二点，而且我们约的是天台。其实胃这个呢有一点点奇怪，就是他是去杀人的。他打完这个人之后啊，我说句心里话，他如果打这个动作很慌乱，我觉得 OK。打完之后，他虽然后面有一个时间是我必须赶回去做这个直播，对吧？但是呢，这个里面还是有一定的时间点可以去确认一下，你至少知道，比如说这个人我打没打死，或者什么状况。就是如果是我既有药又有锤的话，我觉得就我可以先下药。他今天十点到十点半采访是要采访的。如果说在他的杯子里下了这个药之后，他极有可能一回来就会喝这个东西。然后我最后那一下不在场证明上去的时候，我只是检查。我有一个建议，就是说我们可以反推一下我们每一个人的故事线，我们的杀人动机的理由足不足够充分。那他最充分呀，说起来他最充分，但是他却最干净。其实我的角度是，如果我想杀他的话，首先我不会把蛋糕什么的留在那儿。我为什么留一个东西让你们觉得我去过，这是其一。其二就是如果我想杀他的话，我有大把的时间，我非要选这六分钟，我为什么这么折磨自己？还有是我并没有想今天去，是因为他跟我说今天要有聚会，让我去送蛋糕。我是被动被叫过去的，我不是主动的计划了这件事情。好，第二个张修修。其实我的恨没有那么，就是你现在看很大啊，但是我重新跟你说一下这些所有事情和我知道发生的过程，你会发现我根本也没有那么大的杀机。首先是案发前两天的时候，我无意间发现了疑似狗毛，开始怀疑他，因为有这个怀疑顺手抄了一瓶药，一直到案发前一天吴碧田的房间的抽屉坏了让我去修，我是在修那个的时候发现糖纸，我才意识到哦，原来他过得不幸福，也就是案发前一天我才突然的知道了这些事情，然后我手里面唯一能用的一个武器就是昨天才顺来的一个药，来不及去想太过复杂的计划，你明白吗？然后再回来我还没消化好的时候，马上紧跟着十一点我就进入核的计划中了。所以你的作案嫌疑可能就是将计就计。就你不是真正的昏迷，就是既然他已经把你拖到这个局里面来了，有可能你趁到那个时间，有可能那就要有证据证明我是一个有耐药和有耐酒的人。我们现在有没有最准确的那个指向性的那个药丸，剩下的药壳、胶囊壳，有吗？有这个东西没找到吗？现在，在我和比如说在我和张的房间里面，哪怕找到了，也不见得是我们就是一定是。药这件事本身只有你们三个人知道，你们俩根本就不知道这药这事儿。但是如果找到了，就说明是什么了，对不对？就说明撒谎了嘛，对吧？再一次提醒大家，就是凶手是可以撒谎的，
所以我们现在所有投不下去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听到的所有的时间点和所有每个人都不一定是真的，包括说我知不知道要，或者我知不知道这是可以撒谎的。对，所以呢，我觉得待会儿要投的时候，就是有一些路走死了之后，你是要看你，比如说卡死你这个点是用证据支持的，还是用逻辑支持的，还是用他的讲述支持的，在不可能当中推一个可能，只能这么推了。是的。好吧，一起加油，加油！真相吧，大白，真相吧，大白，对，大白吧，真相，大白吧，真相啊！芝麻开门 ，OK， 啊，虽然今天每个人都有盘不下去的理由，但是我还是想很快的排除几个人。首先排除何耀耀。因为何耀耀有非常完整的且精巧的作案手法，就是毒气杀人。然后张修修虽然身上有一些疑点，但是因为他缺乏行凶的必要条件，所以我觉得可以把他摘掉。魏典籍呢，我们现在身上没有任何证据去支撑魏典籍跟红色粉末有关，吴雨田也是同样的理由，所以我其实是想投欧好房的。首先，今天的案件呢，经过筛除之后，我发现有两个人的时间线在十五分钟规律下无法经过他人的验证。一个是吴比田的34到40，如果34到40让侦楼主喝下了毒药的话，那么毒发时间就会在49到55之间，这一期间是所有人的一个盲区。而 O 的话，我们之前还存在一个死者房间里边的一个空白区，也就是说30到34分。假设欧跟我们说的内容是他所第二次去，也就是说他前一次还去过，欧在那个期间通过某种方式诱导他喝下了毒药，并且在45之后自己去确认这个毒药的效果。通常只有这两种可能性。另外支撑我的一个理由是，欧的房间更靠近死者，他更可以清楚的卡准自己该什么时候出现在房间，所以我投给欧好房。据我的手铐，因为刚才大家都分析的特别多，我也听了很多，我最终都听晕了。但是呢，我就是觉得一个人拿着榔头，然后呢就定了15分钟，一切都是那么可丁可卯，拿一个榔头过去咣叽打人一下马上回去做直播，我不相信有这样的人会这么的稳定且这么的随机，因为别人的计划跟他比起来简直周密太多了，他简直太鲁莽了。所以说我现在只能相信我自己，所以我要把他投给的是还是未点击，因为我两次都是他。如果我对了，就说明我特别厉害；如果我错了，我就是大错特错，错上加错。走你。我还是比较倾向于这个人是后来回去确认这个人他有没有究竟喝药。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有作案时间点的只有欧和魏，只能这样推了。好了，我今天推了很久，觉得最终还是会投给好吧，白云就是你，有点投不下手了。欧好房呢，他确实是有一个强烈的杀机，而且他还很自信地告诉对方说我已经可以解决这件事情了，所以他应该是能够确定真是已经死了的。那么未点击的漏洞是在于说他锤了一下之后他也不确认，他也就慌慌张张就跑了。这个里面其实是有一个 bug 的，就是因为他所说的时间点是他自己创造的时间点，但他完完全全可以撒谎做一个长一点的时间，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就可以完成比较多的事情了。所以呢，在这两个都有疑问的人面前呢，我个人会觉得
台公寓中，究竟谁是杀害甄楼主的真凶呢？哇，这眼，哇，绝了！首先公布获得零票的安全玩家，你肯定没他们是。张修修，完美逃过，完美完美完美，耶，赢了赢了赢了！和无比甜，听见没有？听见没有？听见没有？没人投你，恭喜两位玩家暂时安全。兄弟俩，一家好人，我还有票。获得两票的玩家有票，耀耀今天做了充足的准备，有没有可能他去买一个双保险呢？和耀耀，我今天觉得他很可疑。丹云，就是你。恭喜你暂时安全。哦，剩下就是他们俩分。哦，他们俩啊。哦。剩下的票数集中在外点击和欧号房。所以我投欧号房。我投给欧号房。我把今天这一票投给外点击。我要把它投给的还是未点击，走你，只能这样推了。好了，我就投欧豪房吧。未点击和欧豪房都获得了三票。你看，哇，哎呀，你看，为什么莫名其妙得三票？那咋整嘞？我们要重新再来一次。因为情况特殊，剩下的五人都投给了未点击和欧豪房。所以大家重新进行投票啊。Oh my god， 他俩真的有点难。不是，我都没有好辩驳的，因为我陈述的全是事实，我没有任何一句撒谎。你们非要叫时间线的话，我觉得这个是没有意义的。开始跟我们急了是吗？就是说有点跟我们生气了。懂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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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陈这时候耍狠没有用，大家都不吃这套。这招这边这几个应该不太吃，除了能气到你自己。好气哦。好，陈你们想，哎，我前面没有空间，我后面也没有空间，然后我给他一锤再给他灌药。对，就是你把自个儿卡得特别死，这件事让我觉得。这样，左手代表晨晨，右手代表欧，好不好？来吧。哎呦，我的天呀，太难了。没事，就这一哆嗦了啊，来。三、二、一，投票，投票。我的，没人给票。欧豪房三票。未点击两票，哎呦，欧进去了，完了，请欧豪房进。啊，为什么？我第一次排就进笼子，一直在耍狠。对，也不知道在跟谁耍。就是跟你横，反正我就怎么着吧，就这样了。哼，怎么着吧？欧豪房究竟是不是本案的凶手呢？接下来我宣布。发功吧，你们努力发功。本案检举，本案检举失败了吧？哇！没想到啊，没想到，你这样浓眉大眼的，你在说什么话？你开始自爆了，他开始自爆。我跟你说，我两次站出来就是他。我侦探，我容易吗？就不听我的，真的是我是大侦探，名副其实。这个节目写的我的名，大侦探就是我，不听我的，真的。喂，跟你说就是啊，魏晨啊，我不能这样吧，我不能吧？是你啊。我怎么能给他一榔头又给他灌药呢？没人性了，干什么呢？我太没有人性了吧！别演了，烦死了。
我就想死个痛快，快点的，我倒是想知道是谁。快把我的六个徽章拿给我。本案真正的凶手是又有啊！哇，太可怕了，太可怕了！有！我最后还是信任你了，我一去一对一，我就跟侦探点你的号。你看看网友，你看看，咱俩是不是投对了？你看看，哦，太可怕了，是双重保险，对。哇！我笨了。你说一下你作案过程，撒谎撒在哪了？我撒谎就撒在其实我不是双保险啊，你不是啊？因为我没有必要做双保，这个我没有撒谎，但是我撒的谎是其实我确实又多做了一步。为什么？事实上是他醒了之后，我在给他做醒酒药的时候，我发现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是他开始非常认真地打量这个房间。我当时就一身冷汗，因为我突然想到他是这儿的维修工，他对每个房间可能非常的了解，所以这里面就有可能会出现一个新的知情者，就是他。所以我当时就想到我要再做一步，那一步是在他晕了之后，因为其实真房间里面有很多的这个药，对，我其实就在他房间拿了十颗药倒到他杯子里。我的想法其实特别简单，我还是主要想用那个毒气，这个呢，其实是我准备，如果有人说是他，所以我哎，我好像知道他在那，他做了一个假的不在这证明，我就准备说我没有做那个毒气，那不是我，我做的是这个。哦，我给自己留了一个退身步，就是我本来想做了这个幌子，但是我没有想到是幌子起了作用。就是把假动作做成真动作，把真动作做成假动作。啊！而且其实你们无限的接近了真相，就是你说到那个药的空盒子的问题，因为我不可能留在他的房间里面，所以我带出来，我带出来没地方放，我其实就藏在轮椅里面了。哪儿？这儿？就是这儿，特别远。哇！这是。哦！哇塞！这推半天，就在这儿。京东好物来加码，破案神速又潇洒，有请侦探助理送上京东为大家提供的侦探徽章。哇哇，他有六个徽章哎！谢谢大家，好羡慕哦！哎呀，侦探亲自去给他戴上吧，侦探。哇，不用戴了，不用戴了，不太浪费时间，因为真的徽章太多了，有点凡尔赛。每次真的是。应该都扎我肉上好吗？每次好疼，扛住。厉害，厉害的。今天我其实很不好意思来回顾这个案件，因为我觉得在这个案件里面，我是一个做了很多错事的人，啊，不只是因为是这个凶手啊，可能更重要的就是当我自己的家庭遭遇不幸的时候，当我的情绪陷入低谷的时候，我用的是偷别人的快乐记忆这种方法来让自己去躲避。其实我想，可能现代人越来越多的需要情感的这个寄托，心灵的港湾，需要一个整夜有光的地方。那么这样的地方到底在哪里？我们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可以寻求一个情绪上的平稳和这种心灵上的一个寄托？我觉得其实是我们每个人都要去寻找的问题。嗯，今天这个案里面有很多人都是在用错误的方式把自己的压力去转换，我觉得这个是我们非常要小心的。嗯，因为这一集特别触动我的是在于，就是有很多人睡眠的时候要用药物这件事来帮助他，因为我就是这样一个人啊，然后确实会记忆力衰退，这件事我已经感觉到了。然后但是呢，很多时候可能还是要更多的不能依靠于药物，然后要平时放松自己真正的内心，去拥抱所有的痛苦。因为如果你躲避痛苦的话，痛苦永远会追着你。然后呢，我们要直面痛苦，然后把我们那些心结呢，用自己的热情，用自己的那份心把它融化掉，我相信就能够睡一个安稳的好觉。嗯，其实我觉得我们生活在当下的年轻人，很多的时候除了外界给我们的压力，我们自身也给自己了很多压力。嗯，所以我觉得大家就放下一切的包袱，每天面对美好的生活就可以了。嗯。
我发现今天我们所有人身上都有一个特性，就是来源于原生家庭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这些所有的焦虑和所有的这种家庭带给我们的不快乐，但是没有任何的人和事可以帮助我们更快地走出自己内心的这个焦虑的状态，一定要靠我们自己的能量去用热情用爱去填满它，给自己一个更正向或者更积极更正能量的状态去面对人生。对，我的感受是很多时候其实我们都会感觉到一种孤独感，但是我始终觉得孤独是人生的常态，我们每个人从小到大其实都在学着如何跟自己自洽，如何跟这个世界相处，那不管我们觉得自己多么的孤独无力，都要保持对生活的热爱，对周围的积极向上的一种情绪，学会自洽才能拥有一个良好的心态和一个阳光明媚的人生。我作为一个父亲，其实因为我的一时冲动给我的子女带来了一定有很多的伤害跟阴影，我用我的心态去偿还，我用我的一切去保护，最后看到他还是一个健康的孩子，他没有用仇恨去面对这个社会，他还是积极的向上，这是最欣慰的一件事。因为每个人受原生家庭的影响，也在积极向上的努力去摆脱这样的影响，走向更光明的一个世界。其实今天埋了一个特别有教育意义的一个点，埋在这个吴比田的身上。因为其实呢，当我们有心理疾病的时候，一定要寻求医生，然后有时候一些就是有效的合理的药物治疗，这是肯定的，这是科学。对，但是呢，过度的依赖药物一定会导致这个情况变得糟糕的。对，那么吴比田这个角色在他的故事里面，在他最难过的时候或者是最孤独的时候，他选择找到一个兴趣爱好，甜品，其实就是他找到了一个地方去让他自己自己的注意力，对对对，同时呢激活自己的能量，所以我们才能够在这个吴比田的这个脸上看到那些甜美的笑容。所以我觉得这是埋在我们节目当中的一个，我觉得是很值得我们去研究和值得我们去思考的一个点。行嘞，好。那么最后呢，我们要感谢很多的好朋友，是不是？谢谢，感谢京东不负每一份热爱。本节目由京东独家冠名播出，谢谢，谢谢。零蔗糖好酸奶，探案更出彩。感谢由新一代健康酸奶 AMX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谢谢。兴趣相投就来搜，探案剧情聊不够。本节目由年轻人的快乐星球搜 APP 赞助播出，谢谢。本节目由探案都爱吃的 M 豆巧克力赞助播出，谢谢各位。我们下期再见，再见。拜拜啦，拜拜啦，拜拜拜拜。Good job。大白话真相，大家好，欢迎来到大侦探合议庭，我是侦探助理小齐齐思君，又到了我们合议庭开庭的时间了。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合议庭的成员，最高人民法院的翁同燕法官，谢谢谢谢谢谢。郭慧法官，大家好。复旦大学的沈亦斐老师，大家好。各位，那今天我们的大侦探合议庭第二案现在开庭。今天的这起案件呢，发生在天台公寓，本应该相互温暖的公寓，最终却发生了惨剧。根据案情，还是先请我们的法官为凶手定罪，并且给出量刑建议。从这个案情来看呢，那么何耀实施的行为呢，已经构成了故意杀人罪，他的行为违反了刑法第232条的规定。根据该条的规定，非法故意剥夺他人生命的，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10年以上有期徒刑。那么情节较轻的情况下呢，是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未点击呢，他的行为也构成了故意杀人犯罪。人的脑袋是最脆弱的，也是最要害的部位之一。那么实施铁锤击打，这是一个典型的故意杀人行为。但是呢，他的这个击打行为并不足以致人死亡。所以说他的行为虽然构成故意杀人罪，但是属于杀人未遂，但是杀人未遂也是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只是可以从宽予以处理。对，未点击的这个行为啊，其实构成的是一个故意杀人。为什么是未遂呢？就是因为他在杀人之后
和这个死者的死亡中间啊，插入了一个何耀耀的这个杀人事件。这个杀人事件使得他的行为和死亡的后果啊中间断裂了，没有形成一个因果关系。在这个过程中间，这些具体的细节的这个确定，其实对于他们自己的犯罪行为的性质的认定以及量刑都产生了影响。直接致死的肯定要承担更严重的这个罪责。哎，所以我觉得要提醒玩剧本杀的朋友，我们在玩游戏的时候是最后自命一击是凶手，其实你中间只要你实施了某个不合法的违法的行为，其实你都要为这个行为付出代价的，是吧？啊，游戏跟生活还是很不一样的。没错，这也是咱们为什么在大侦探节目之外有这样的一个合议庭的存在，就是想从法律的层面告诉各位，谁也不要做任何的错误行为，这件事情很重要。对。那我们再说回这一期咱们的主题，据民政部的一个数据统计，截至2018年，我国单身的成年人口达到了2.4亿，其中超过7700万成年人是独居的状态。预计2021年，空巢青年将会上升到9200万人，这个数据是非常大的。那这些独居人群呢，也被叫做空巢青年。首先先请教一下沈老师，怎样才会定义他叫做空巢青年？这个问题本身提出是很有意思的。大家想象看啊，一个青年在成长的过程中，当你从你离开你的原生家庭到你自己结婚成为你的定位家庭，中间总是有一段日子是因为你独立度过的，这就是青年人的特征。所以这一段的岁月几乎是每个人在成长的过程中都必经的。但是呢，我们可能结婚的年龄也会比较快，就可能我独居一两年我就直接结婚了，但现在我们可能是十几年，跨度增长了，甚至可能是二十几年，那这个中间这个岁月就变得很长，单身的这个群体和比例越来越高。这个时候我们社会就出现了现代社会里我们所叫单身社会所出现的一系列的一些问题。没错没错，这样看这个空巢青年是一个很正常的一种现象嘛，必经的一个阶段。但是放在这个今天的剧情当中，我们看到每个人身上又在发生了不同的故事，每个人产生孤独和失眠的情绪的原因是各有不同的，不单单是因为他们自己居住，也包括了他们人与人之间相处的时候出现的一些问题。你比如说在本案当中有男女朋友之间出现我们现在常形容一个词情感 PUA， 对，包括家庭暴力，然后一些心理抑郁的问题。也正是这些问题今天我们要一起来讨论一下，比如说女性遭遇暴力您认为应该怎么对待，以及怎样的一种行为它会触犯到法律的边界。这个世卫组织曾经发布过一个报告，他就说在全球每3名女性中就有1名女性三分之一遭受过家庭暴力，而且这个暴力往往都是发生在自己身边最亲密的伴侣啊，所以这个家庭暴力是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这个暴力啊，不仅是包括身体上的一种侵害，它也有精神上的侵害。这种精神上的侵害呢，往往都是比较隐性的，这种经常性的谩骂或者恐吓，或者这种人格的贬损，或者是侮辱啊、诽谤啊，甚至说我要去宣扬你的隐私，这些比较隐性的这种都是属于暴力侵害啊。首先他要认识到我正在遭受侵害，然后呢第二点呢，他就要有一个寻求帮助的意识，他一定不要认为这是我的隐私，这是我的家里的事儿，不要这样认为。他清醒地认识到自己遭受到暴力以后，就一定要去寻求帮助。亲密关系里的暴力有一个特征，它第一步出现的时候常常不是以所谓的打或语言出现的，它很多时候是以爱和控制关心的名义出现的。所以家庭暴力说到底它是个决策，所以我们整个社会要考虑的是怎么让这种行为它的代价变得更大，让它这个决策变得更艰难，这样子才能真正的去解决掉亲密关系的暴力的问题。否则它会被爱情或者是亲情或者是各种亲密关系掩盖掉了里面决策欺负弱者的这种武力逻辑的这种本质。对，所以在法律的这个层面上也是对反家庭暴力越来越重视。在2016年的时候，我们这个反家庭暴力法就正式施行了。反家庭暴力法里面就规定了，受到家庭暴力的这个被害人啊，是可以去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的。2020年，我们全国法院发布的人身安全保护令一共有2000多个啊，这个也使我们法院本来是在这个家庭暴力的后面就发生了后果我们才去判刑才去惩治的这种后方变成了前方保护。当他遭受到
家庭暴力，或者是面临现实的家庭暴力的危险的时候，你就可以去申请。对，而且这种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措施啊，它是个很坚决的，上来就是禁止你在实施家庭暴力，甚至可以勒令你迁出这个住宅。反家庭暴力法也规定了，人民法院在受理这种申请的时候，要在72个小时之内就要发布这个人身安全保护令，甚至在情况紧急的时候，在24小时之内就要发布。嗯，所以这个是前期就给出一个最好的一个保护的方式，也是科普给大家，因为的确会有很多人没有意识到，说我其实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很早的由法院出面来对我们进行保护。对，那接下来就是问一下，当这种情况不幸的出现在某些家庭的时候，法院会如何进行判刑？首先如果真正的发生了这种比较严重的家庭暴力的行为的话，他可能会触犯了就是故意伤害罪，甚至是故意杀人罪，虐待罪、遗弃罪。当然这个首先要有证据哈，我们这个受暴者他要有一个收集和固定证据的这么一个意识，没有证据的话，法院也是无从去判决的，没有办法去很准确的去认定这个家庭暴力的事实。那么你怎么去固定这个证据呢？比方说如果你受伤了，你就要把自己的伤情拍照固定下来，如果伤情比较重的话，去医院要去验伤，或者是聊天记录啊等等，甚至你赶紧去报警啊，你的报警的记录、警察的这种训诫书，这都是证据。那再次回到我们今天的案件当中来，会发现每个人身上或多或少都能够引发我们的深思。法律在进步在完善的过程当中，我们在通过这样节目的方式科普给各位，对，让大家有个更好的路径去解决这样的问题。我想啊，今天这个案子从一开始我拿到这个本子的时候啊，我就在想啊，这个案子真的太有意思了，可以作为大学法学院讲授刑法学的一个典型案例来教授。因为它太典型，涉及到很多非常复杂的法律适用问题。这里边提到有一个孩子因为是父亲入狱，这个心理受到创伤，所以我们还是应当遵纪守法，因为你的遵纪守法，那么你的工作、你的家庭、你的生活都是会在正常的轨道上平稳地走完这一生，那么你的孩子也会获得一个完整的家庭、完整的童年和青少年的人生阅历。不大可能会出现案例里边所出现这种因为遭受心理创伤进而做出过激行为这么一个让人痛心的一个后果。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真的是花了这么大的力度不断地去给大家普法，就是要告诉你边界，告诉你千万不要有任何的违法犯罪的行为，真的特别特别重要。这一点是我们一直希望通过节目传递出来的。那我们今天的案件讨论呢，到此也就结束了。那现在年轻人的确每天为了生活、为了梦想，然后在地铁楼宇间奔波。当然，在快节奏的城市生活当中，大家要建立一个健康良性的人际关系，对于自己来说也是一种安全的社会保障机制。无论是亲情、爱情、友情，都需要真心的经营，成为彼此情感的归宿和坚强的后盾。那我们本期节目就到这儿了，我们下期再见。再次谢谢几位老师，谢谢你们。再见，拜拜。我觉得现在社会大家的压力都很大，失眠现在是一个社会性问题了。我现在因为对我自个儿的感情比较麻木一些啊，之前我看到那个有一个药叫什么吃到药丸，上面很多症状跟我一模一样，因为我常年也在吃一些药，我当时就觉得我会不会早期痴呆。其实首先我觉得孤独是每个人生活的一个常态，就是我们都是其实独立生存在这个世界上的人，然后如何去正确看待孤独这种情绪，如何学会去对待孤独，甚至说享受孤独，我觉得是每个人一生都要学习的一个课程。这个跟你在什么年龄阶段，你有什么样的经历，你的各方面的条件，这都没有关系，它只是你如何学会跟自己自洽的一个过程。其实今天的每一个角色我觉得都非常的真实，就是我能看到每个角色身上的挣扎啊，就是每个人都承担着或来自外界或来自自己内心的压力，有的是外界没有放过他，有的是自己没有放过自己。然后我觉得就是我们自己是自己的最后一道防线了，自己是自己最后一道港湾了，就是在我们面临困境或者面临
来自外界的很多压力的时候，有时候就放过自己吧，不用再讨厌自己了。我们每个人都希望找到一道光，然后能让自己变得更平静，能够让自己接纳自己。我觉得我每天都在干这件事儿啊，然后我写的歌也都是来做这件事儿，但是我最终能不能找到我的光呢？我希望是肯定的啊，我也希望，能够像甜甜一样啊，多发展一些被承认的点，然后这样呢，就能够让自己活得更加有动力跟活力，那每个人都想通过各种方法来解救自己，那我觉得唯一能解救自己的其实只有自己，就是你只有自己打开自己那个心结，我觉得你才能每天工作更有力，然后吃得更香，睡得更香。我觉得还是调节心态吧，就相信会变得更好，也许就能通过努力让自己逐渐变好起来，因为沉溺在下沉的漩涡里面也解决不了任何问题。我觉得最主要的是相信这个世界上一定还是有爱的，有人爱你的。这一次呢，大侦探因为工作的安排，然后呢这一次的请假呢，其实让我们都非常的想念他。他呢是一个顽皮的侦探，他虽然去别的地方去完成他的工作，但是在我们的名侦宇宙、名侦星球里面，每一案他都留下了一些他的痕迹和他的线索。有可能他是在下一局大棋，所以呢，我还蛮好奇，就是每一次都带着这个自己的一条副线，去观察一下到底萨侦探在我们的名侦宇宙到底留下了一些什么样的痕迹。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关注微博官方账号大侦探官微，查收节目超多高能瞬间，上微博搜索节目大侦探话题页，参与更多精彩互动。感谢首席合作媒体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首席合作新闻媒体新浪新闻，战略移动资讯平台网易新闻、网易娱乐、网易谈心社，短视频互动平台抖音，深度知识合作平台秒懂百科，世界如此简单，短视频合作平台快手，新闻客户端合作一点资讯、扎克尔、澎湃新闻，案情看不够上 QQ 阅读探索更多悬疑小说。感谢特别合作探探、百度输入法、 WiFi 万能钥匙、达达快送、智行、百度网盘、网易有道词典、虎牙直播、YY直播、智联招聘。感谢媒体支持中新网、网易凤凰娱乐、腾讯娱乐、搜狐娱乐、中国青年网、北青网、国际在线、新闻网、中国娱乐网、360娱乐、猫扑娱乐红榜、华声在线、新浪湖南、腾讯大香网、大众网、亚洲娱乐网。